Hello，今天我们要吃一只兰的虎皮蛋黄卷，他们家最近超火的。好好吃啊。里面的肉松蛋黄搭配特别特别好。我觉得一枝兰比杨记更好吃，一枝兰的酱不会很甜很腻。这款你们一定要买，很好吃。他们家这个酱很好吃。姐妹们，今天先吃到这，拜拜。